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开平高以后，都在平盘附近做震荡。那中场跌27点，量缩到678亿。好，当然啊、来的时候，大家还是在看520以后怎么办。其实我跟各位讲啊，520以后大家都不看好。其实，在520之前，很多人都已经放空，很多人都已经卖股票。那反而在520之后，你要站在多方做思考。那你不要以为郭先生是用嘴巴讲的，其实你有一些东西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谈，但是呢技术形态上我事先预算的技术就是告诉各位520以后它会有一波的一个所谓的反弹。我讲这样当然你不相信，但是如果你到免费技术班我会教你。那当然今天我会拿几个东西跟投资们谈，几个特殊的技术分析跟投资朋友谈未来520会怎么样。好，当然最重要的比较深色深浅比较深一点的这些所谓特殊的技术分析，我会在免费技术班教投资朋友。好 ,OK, 那我们现在谈谈从短线上来谈。当然今天我也会讲520以后从几个方向跟各位谈事先预算的这种特殊的技术分析，先跟各位谈哈。好，那昨天我跟投资们谈，5月11号，我跟各位讲5月12号，这加权的部分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，这里是多底区，这是空底区。当然，我一样可以去预告台子期，但是台子期不能预告，为什么？金管会有规定，因为它会影响市场的行情。好，我之前。可以讲的时候，我曾经有讲台子期，但是我被罚很多钱，所以变成我只能讲台子期，只能讲加权。但是，我有带台子期哦，我有带台子期哦，而且我一天呢就做一趟跟两趟，我不像某一些所谓分析人员什么王的，他一组的会员一天的扣讯30-40通，他只拿对的上来讲，听得懂吗？如果你是他的会员，你很清楚我在讲什么，什么王的，每天都赚好几百点，一定买在相对低，一定买在相对低，卖在相对高，而且高低点他都事后告诉你，高低点他都抓到，因为他call讯抓了一大call讯发了一大堆嘛，反正涨上来就一直买，跌下去就一直空，啊，总有空到最高，啊，买到最低的，他的很多会员朋友都已经转到我这边了。我在带棋子就是非常明确，一天只做一趟到两趟，啊、哦，这事先跟投资们谈。那你如果愿见那个call讯盘中的那个讯息一大堆，然后那个一点都没有用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没有用的讯息对你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一天call了一大堆的call讯，一大堆一直买，一大堆一直空，总有最高跟最低。那这个分析人员只拿当天最低跟最高的那个扣讯上来节目上面讲，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很多人是听不懂，但是很多老师是这么做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啊。来，5月11号告诉你，5月12号，我说这里是多底区，这里是空底区。好，那今天最低8105，老师你差25点，那高点呢？8180到8182.62，老师，你差18点，高点差18点，低点差25点。那我跟各位讲啊，一开盘我会做调整。今天开盘在什么地方？来，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这加权的部分哦，9:05这一根。好，我没看到，那我们开始来去抓它的一个所谓的高低点，你怎么去抓？你看得出我在干什么吗？这是最基本的哈。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大概是在8164，低点大概在8101。一开盘你就算出它的高点是在这里，低点是在这里。好 ，OK。
那我调整一下，就低点在这里，今天最低就8105，最高是8106662，啊，我调整出来是8164，哦，差距只有一点点。这是事先做预告，我不是事后。那我跟各位讲，事先做预算，如果它开盘的位置不对的时候，你要重新做一个调整。那这怎么去调整？你如果到我免费技术班，你可以学得到最基本的。那这个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你可以来，我会教你。你没来，我就不教了。你有来，我就教你；你没来，我就不教。那对你有没有帮助？你自己心里有数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好 ，OK。那今天一开盘，很多人会不会在做这里做追？开盘红 K 上来，红 K 上来，哎，我讲的是加权，一样棋子是比照办理。好，那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面讲棋子我赚多少赚多少，但是我有带棋子，我不会。我不屑那么讲，因为一般的投顾老师就是告诉你讲绩效，我今天赚多少点多少点，或是告诉你我买什么股票我赚多少点多少点，我从来不会这么讲，我只告诉你如何事先算到高点跟低点，对不对？那我在低点的时候，一般的投资朋友他是不看好；那我在高档的时候叫他卖，一般的投资朋友他是看好的，所以我跟你刚好点都有灯。那为什么？你要做调整啊，你要调整来跟我的步调是一样，就是事先知道低点跟高点。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我教你，不管是个股的或是台子期的，短线上的或中线的，我都会教你。好 ，OK。那如果这边今天的一开盘是开这样，那我告诉你，再一根 K 棒，一根 K 棒，长红 K 棒，你会不会看好？会。那你看好，如果你学到技术分析，哦，原来这里是高点，最高到哪里？8162，散户会买在这里。那为什么这里不能买？这里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不信，我再教你一个东西。我没看到，一样再告诉你。哎，我又用另一种方式喽。这里，啊，今天最高多少？8162，对不对？那调整出来怎么算？8164，这刚刚有一个8170，这8164，所以这边就是高点，听到不？好 ，OK， 那你一般会做顺势单，涨上来这一根红 K 棒，你就会看好，你刚好买在当天的高点，然后呢，告诉你这里大概是当天的一个什么低点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好 ，OK， 那明天怎么看哈？5月12号，我们讲5月13号，正对收向上在8136，三关价的中关在8133，好，那你怎么去抓哈？这是加权的部分哈，那台子我一样可以算哈。明天啊，这加权的中关是8133，今天在这里我已经算到明天了，我们都事先预算。好，正对收向上在8073，破三关价的下关在8070，所以明天5月13号礼拜五，这里是多头抵抗，这里是空头抵抗，这是短线上的，听得懂吗？那这个 AA 爱国公这边哦，您听吗？5月12号讲5月13号，好，5月12号讲5月13号，你要看这种节目对你才有帮助。那你如果想要学得到，可以到我免费技术班来，我会告诉你如果预算隔日加权的涨跟跌，涨跟跌，那明天扣高转折它还是会跌，但是呢区间震荡它的一个所谓的指数空间，加权的高点跟低点在什么地方，当然加权我会算，棋子我一样会算，好，那你到我免费技术班，这个礼拜天的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好啊，你不来我就教，你不来你就学无，哈，好，那我这种免费技术班不知道什么时候要 close 要关门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你找到时间你就应该来，啊，这种是所谓的
秘技大公开，外面你学不到，而且我刚刚讲的这种技术分析是最基本的技术分析，是我会员程度里面幼稚园程度的技术分析，那对你就已经够用了，对你就已经够用了哈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这盘为什么这样子看哈，来。之前告诉你，这个高点，我这里算出来。好，先跟各位谈嘛啊，我没看到后面，这里是所谓的 neckline， 好 ，OK， 那我没看到，我去抓出未来从7627涨上来，它会涨到哪里？这边是7627，7627这个点，散户这里不会看好。会到这边看好，结果涨到这里8840，散户会在这里看好，他不会在这里看好，会在这里看好，所以你要低买高卖，那这里一定是破线，一定是利空，那这里一定是利多，一定是外资调升台股的投资价位到9000点，那你算到你用我教你的方式，你就知道这边是高点。好 ，OK， 来到这边。我跟各位讲说，压回来这一根 K 棒会告诉你，8246以下属于超跌，所以现在属于超跌。那我之前就跟各位讲过，它回档0.68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来看电脑哈，我没看到后面。8090，来到这个地方你要看啊。那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密集成交点，这里有一根起攻 K， 有没有看到这一根红 K 棒，然后把它杀掉，你看得比较清楚，这里是不是有一根长红 K 棒起攻 K， 这里它就是一个所谓的支撑点，那也是在8090。好 OK， 那在周线上的话，我跟各位讲，你注意看哦，时间波转折1234567八，看哈，这里是一个转折，1234567八，这里是一个转折，对等形态。那对等形态，也就是说上涨8周，它下跌8周，刚好做 balance。那 balance 以后，你要去抓，再来下周还在扣低转折，但是下周，它却是扣低转折。下周还在扣高转折哦，下周在这里哦 ，K 线事先算出来哦，但是呢，下周 K 线大概是在这里，那下周，它是扣低转折，它会涨，那下周刚好是520，那在520这段期间，520过后，它刚好扣低转折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一般的投资者的看法是说，哎，现在是不好，你现在就卖空。然后520以后涨上来又想要空，想要卖，那你就错了。好 ，OK， 那你说我们只逛台股不准，那我再讲一个东西，来，我们讲一下苹果股价，好不好？苹果股价 ，Apple 的股价哈。等一下哈，哇，我没有老鼠，这个消不掉，跑不掉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回来，因为电脑的问题哈，那等一下我要跟各位讲你怎么去抓哈，来，好了 ，OK， 我在抓苹果股价给各位看哈。苹果股价，好 ，OK， 苹果股价我们看到，这边是它一个什么密集层？这苹果，那我就算这一个高点哈。这个我之前在免费技术班有教，我只告诉你，你怎么去抓哈。这苹果的股价，投顾老师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啊。
这里是92块，我就知道会涨到111，有没有看到？111，那这个点涨到哪里？112，112，那现在回到这边碰这个点，然后又碰这个点，然后这边碰这里，碰这里，那它要做反弹，所以苹果股价会反弹到哪里？我现在已经在算后面了，你不懂没关系，到我免费技术我告诉你。苹果股价现在是在92、93，它会涨到104，听得懂哈？我讲这你听有无？听无？那所以你要注意苹果的供应链。那如果苹果弹上来，苹果供应链也会涨上来，相对的也会带动非屏阵营。好，当然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东西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讲。别讲这怎么算的，周线的这个线怎么算的，你来我教你。好，所以我都给他告文珠跟我来波比哈，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先修班，免费技术先修班哦，你来我会告诉你个股如何低买高买，520以后的行情怎么规划，我已经告诉你，现在已经告诉你，原来8090以下属于超跌，对不对？好，它会涨到哪里？你来我会算给你看。好，还有如果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，那认同我的理念，将去免费技术班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秘技大公开哈，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。我讲今到文珠公有来波比，探钱国家无秘技哈。5月15号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免费技术班，我会告诉你如何事先预算520后的行情规划，还有如何去事先预算隔日加权要涨或要跌，怎么去做调整，还有个股如何低买高卖的秘技。好，速播02389-8689。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始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请用5分钟，嘴气疼请用气疼5分钟，5分钟不好。回到现场，好，那我们来看几档股票，联发科、可成、凯盛、宏杰科、光环，光环是在低档，可成是在低档，凯盛是在低档，联发科是在低档。好，我都是讲现在在低档的股票。我跟其他投顾老师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其他投顾老师一定都是讲涨很多的股票。如果你有注意看节目的话，每个人都这样子讲，
记住，一个老师在介绍涨很多的股票，那你钱多的话，你去参加他。那这是一般的散户，你不要当散户。那郭先生介绍都是现在拍在头壳的股票。我是在教技术分析，我是告诉人家如何低买高卖，我从来不在节目上面讲绩效。好好，别讲，我们再讲联发科。之前跌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附近是买点，我在这里买，涨上来一堆人在买，我都告诉你，我没看到后面。哎，你不要看我这样，好像随便画一画很简单哈。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在免费技术班我才会教你。200块联发科不买，涨到264，一堆人在买，你们看到？这最高265，这里我就知道会涨到260几。散户不会在这里买，会在这里买。投顾老师不会在这里介绍，会在这里介绍。那现在来到这边，这里是不是买点？当然是买点。好 ，OK， 这是宏杰科。宏杰科，苹果，我刚刚已经讲过苹果概念股了哈。之前没看到，我就告诉你，105这边宏杰科不要买。这一根跳空过前高，带量过前高要买，我叫你不要买。跌下去，我就告诉你，小心会来到这边。然后呢，我没看到后面，直接都告诉各位。现在有谁会去讲宏杰科？不会啊，苹果概念股很烂呢。我刚刚已经讲过苹果的股价了哈。这附近是买点，我在这里买。听得懂哈？那投顾老师会不会在这里介绍？不会，这是 TBK。之前弹升上来，我会告诉你，低点要买，这里低档要买，这里算出来。然后弹升上来，我一样告诉你，我没看到后面。这个郭先生都在事先在节目上面讲的哈，我节目都是事先讲的，不会事后诸葛亮。87.96就88，你要卖，结果来到这边，出量过前高你会买，结果最高隔日来到90块就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来到这边，散户又看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不好，我就看好了。这个我到免费基础班我都会教各位。OK， 这附近是买点，这里是买点，这叫什么？TPK， 同样的这档叫可成，之前我跟各位讲过了，杀到这里的时候不会有人买。我在节目上这里介绍给你，可成这里是买点，对不对？我就告诉你这里是买点，我这里叫你要买，这里要卖，这里为什么要卖？我事先讲的啊，这289。这边是295，那跌下去，这里所有人看坏，我在这里看啊，我没看到，我事先算出来。凯盛之前告诉你，涨上来这里告诉你不要追，191，跌下去我就告诉你这里是买点。那你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不会。来，光环跌下去，这边是买点，这边跳空下开有缺口。如果你学所谓的 K 线理论，这边有缺口，跳空下开不能买，不好意思，我会买。想要低买高卖，你唯有来学我的技术分析。我说我的技术分析跟人家是不一样的，大家看好，我不看好；大家不看好，我看好。听得懂吗？好，加高文珠共来波比哈。带着你计算机到免费技术班来，你来我告诉你，如果事先预算一档股票，如果低买高卖，520以后的行情规划，还有如何预先预算隔日加权的涨跌跟点数，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技术分析，我不方便在节目上面教，但是你来我会教你。好，礼拜六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。好，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，预先报名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Thank you.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秘技大公开哈，事先预算的技术，五月十五号礼拜天早上在台北，下午在桃园，三观价免费技术教学，只要你有来我就教各位哦，你有问我就必答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吹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，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。北都拍拍 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，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，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，加一年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，多人多机同步无线上网，全家吃大饱，免装机费、设定费、保证金，再送 WiFi 分享器和数位机上盒。0809-096-111，0809-096-111，限时优惠，先抢先赢。HyperNet Your Net。